节目继续来看是由易游网所举办的自2021年第四届台湾上水饭店的票选活动，今日起总共有三间饭店业者是打败全台湾众多的知名饭店系列输赢，分别是嘉南风华酒店、新月花园酒店和 Nice 王子大饭店。今日市长吴敏辉伫咧背后是特别在市务会议当中来表扬，感谢这些业者做伙拼关公，来提升着家己市的关公产业能量。2021年第四届台湾上水饭店的票选，总计有来自全台湾超过100间的饭店参加，最后有25间的饭店得到这类殊荣，嘉义市占3间，除了新月花园酒店，包括嘉南风华酒店、Nice 王子大饭店，拢是首度入选。市长吴敏辉伫咧背后，特别在市务会议当中来表扬，感谢得奖的饭店，因的用心为嘉义市争取公益。不要小看我们刚刚得奖，就是这么几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家里面我们3家。如果说总共包括最美房间，包括最美房间，包括一个他们所谓度假型饭店，它度假型饭店、都会型饭店，还有最美房间，总共25家，那我们竟然3家。如果说都会型饭店10家里面3家在嘉义市。可见民间的力量，你看人家多么努力，那这个还是要特别要谢谢。你想我们去年遇到最大的危机，我们投入了这一个拼经济抢商机，包括我们消费限制以外，还有外来的加倍券嘛，加倍券，然后还有在地留满千送百，甚至呢我们对于旅宿业者，你看去年跟前年总共花了多少钱，总共6500万，去年加前年，对不对？6500万，你看这样的投入，民间努力，然后我们更努力的做引领、做带领政策的带领，才能够去，才能够让大家看到这整个城市的不一样。这一届嘉义市入选的3间饭店业者拢真有特色。嘉南风华酒店以创意、温度、感动的风格理念，为旅客带来和以往无同款的大小经验，让大家上届具有温度的服务。新月花园酒店就是以在地自然元素，彰显着嘉义林业文化历史的价值，结合着台湾特有种的台湾乌熊、梅花鹿、燕子精和阿里山的意象，来打造公立在地特色和文化艺术的饭店。Nice 王子饭店就是拥有日本王子大饭店，高标准管理系统和服务品质，结合着商务、休闲、娱乐、购物等文化的功能，打造出具有国际水准和在地文化特色的创新格局。2021年全台湾上水饭店票选，总共分作3个类别，包括度假型的饭店、都会型的饭店和上水的房间。为期2礼拜的票选活动期间，总共有超过100间的饭店参加，超过15万网友的票选。三大类别总共25间的饭店，得到2021年台湾上水饭店的殊荣。最新新闻，记者王秀山，嘉义市彩虹报道。